现在在录影，然后要不要留？刚刚拔掉，像现在 CO2 拔掉以后，他们等了至少有两分钟以上吧，然后才变成 dash 啊。现在我 CO2 也刚好刚刚拔掉了，可是它还在，数字还在。需要一分钟吗？需要多久时间它才会没有？没有了。那这样大概一分钟吗？可是它之前的是会这样吗？之前的机器会这样吗？9896的话，那没关系的。